六号早上八点，在宝山国小活动中心，由彩虹故事妈妈剧团所演出的圣诞礼物剧场，在宝山国小展开台东巡回演出的第一场。现场黄建廷也应邀到场，陪同小朋友们欣赏着难得一见的精彩剧团演出。那我就说，可不可以也到台东来？那他们果然就真的安排了到今年到台东来，而且是一来就要来演出20场。那今天在宝山国小是这20场里面的第一场，有没有很棒？第一场就到宝山国小来，对呀、而且一定会非常精彩哈、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喜欢，然后等一下专心的看。都是你们啦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回家了。你跟我妹妹玩？我不要。一起玩。放开我。你慢慢吃哦，不用急的。你都吃完了。不好意思了，实在太好吃了。东台新闻范耀麟报道。